头也没洗。嘿呀，来尝尝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尝了就知道了。陆地的还是海里的？海里的。是那个海菊花吗？什么叫海菊花？啊，不是啊，那没事。你不会跟我买的素材是一样的吧？难道你也买了？你尝尝嘛。咦，好像真的是那个东西。那什么虫子？虫子？不可能是虫子。这不鱿鱼吗？鱿鱼嘴。啊，那不是啊，没事。改天我让你尝尝好的。啊，好，那咱俩都不没有撞题材哈。没撞，放心。宠物零食，他专门买宠物零食。这不是。起初我以为这个东西是不能吃的，结果刷了好多视频呢，就是他们吃这个鱿鱼嘴。你这是避风塘吃法是吧？不是，就炸了一下。那不就避风？怎么样嘛？还行，一口下去就是那鱿鱼的那个味道。哎，炸鱿鱼，炸了很有嚼劲啊。嗯，看看鱿鱼嘴子长什么样子。哎，飞哥，这个有没有我的功劳？这个让我想想啊。来，你对着镜头说，有没有？让我想想，有。那哪个地方有？面粉。还没买面粉的吧？没买。你就说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有我的功劳，你不用说话。好吃，有好吃，好吃。开玩笑，你看看谁的手。新子的面粉还没用完，马上就用完了啊！等我高低我买一袋。什么面粉？不是他这个鱿鱼，他裹了粉，裹了粉炸的。那粉是我的，那不就有他的功劳吗？啊，因为又加什么那个科技面粉？那啊，也有科技面粉，科技油在楼上。有，在楼上还没用呢，改天给你用一下。有我的功劳是吧？有。那我就说话权了啊！啊，说吧。这个玩意儿别的全吃了吧，我就不吃。你改天整个高端一点的行吗？很高端的，在楼下，在冰箱里，非常牛逼的。我用那个素材很屌。好，我看到时候看多屌啊！浑身都是尿味，你知道吗？那就虎鞭。都说是水里面的了，还虎鞭？鱼鞭？水牛鞭？我就只能吃鞭吗？我就不能吃海里面的东西吗？没事，我到时候去边看就行了。你跑不掉的，冷冻的吧。看上是好东西，我就留着；不好东西，我直接给你卸了。我想把你炒饭扔了吗？其实这一个鱿鱼嘴啊，说实话，它其实没什么口感，就是吃起来很有嚼劲。对，但是比那炸鱿鱼圈嚼劲要。要大多了，多，对对对，因为它的咬合力很强，对，因为毕竟是嘴巴那个，哎，而且好像你买过来，它是不是里面有那个小弯钩啊，黑色的，对对，有牙那牙齿嘛，对，你去掉了，取掉了，这种东西炸起来挺好的，那都是人家不要的，这个东西，所以喂狗呢，是这样，狗不知道吃不吃，我们跟飞哥说我们想吃鸡肉，飞哥明天做个鸡爪，或者做个鸡屁股，如果我们想吃猪肉，那他就买个什么猪蛋、猪鞭。我们想吃牛肉啊，他买个牛鞭，买个牛欢喜。你是说他是不是吧？那我想吃个鱿鱼了，你买个鱼嘴。我还有牛眼睛，因为你是烤过，烤过你跑的我跑得了啊。叫只牛眼，来，我操，叫了半天不出声。鱿鱼眼，鱿鱼的眼。小舅子天天撩妹，聊到现在了，月抛博主是吧？月抛、日抛、四抛。怎么吃的跟炸鸡？但是它没有炸筋，那个什么玩意儿？你就说它有没有嚼劲嘛？有嚼劲，很有嚼劲嘛？比你昨天吃的有嚼劲吗？啊，昨天吃啥来着？咱吃的比咱们都好。到 KTV 过生日是吧？还行吧。多了不好吃。吃多了不好吃。我觉得还行。我觉得也还行。小舅子现在嘴刁了，你知道吗？吃上好的东西了，他都开始自抛了，能不刁吗？哎，那以后别人要吃鱿鱼，你买这玩意给人家吃不就行了？这也是鱿鱼，你说这玩意多贵不？多贵？一个，两块，两毛，两毛，十块钱一斤，牛逼，一斤五十个，十块钱一斤，两袋就这么多，不是，我还剩了一半，因为那一半太小了，小的跟你似的，到底吃还不吃？你不要往那地方联想嘛，那个有这么大？有。我比他打多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本期视频那就拍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一个赞。我们是老马兄弟，再见。黑子端上去。哦，黑子还在啊？黑子还在。黑子啥呢？啊？说啥？怎么样？没尝出来味儿是吧？没有。你知道这是啥不？就是。这是蛋。那我说怎么有点骚味呢？你看，哎，说啥信啥。黑子太单纯了。